我是观光列车长的109年3月25号瑞芳洪家路10:18所拍摄的是有列车通过。来了吗？是21次吗？请问北回线上树林普悠玛自强号吗？应该是对，来了，我的普悠玛自强号准备通过。211次的。提前用2023年，提前用2024，211次请问北回线上树林的普悠玛自强号在瑞芳洪家路通过，谢谢各位观看，就这样喽。拜拜。